红等主次下挖自凭感情春天来叫你刮金曲跟网红热红五月即将开唱，这首歌比较特别，会安排我跟我小孩，小孩一起唱，三个都一起唱，没有我跟洪亮。和前妻的三个小孩演唱会都会上台，洪荣宏和儿子洪亮将合唱阿爸，向爸爸洪一峰致敬。会想到以前我爸爸带着我唱啊，所以他现在就是想唱这首歌啊，阿爸，他也常听这首歌，他喜欢。对，那我就说你唱周杰伦，我唱洪荣宏，两个女生会让他们上台，会小提琴、大提琴。还会跳舞，我会邀请他来听，邀请前妻来听。洪大哥还会在演唱会中依照人生历程真情告白。感情世界外面的很多猜测，很多问号。你当时候演唱会上也会有一段在讲这个，是不是？就前面会有这些东西，会讲。对，让这些关心我的朋友知道，让他们放心，要知道我现在已经认真走出来。认真走出哪里啊？阴霾。那个阴霾不是，不好意思啊，那阴霾不是你自己带给自己的吗？那已经过去了吗？现在的感情世界可以透露吗？感情世界的还空白吧？还空白啊？请问你跟二姐那一段期间的也会上去吗？大家都知道我会交代了。你的交代好抽象。因为交代的嘛，大家都知道，怎么不会交代？我还会唱跟他的歌啊。他自己不来唱啊。忧愁的牡丹啊，一心接爱的几类啊，他的演唱会都去帮他唱了、啊。对啊，他我不会向他开口的，不会，我绝对不会向他开口，很难找到人啊。别那么笑。所以说实在，你们其实都没有联络哈。没有联络，没有。所以其实他发生事情，我很关心他。我有为他祷告，而且我在他还没有发生之前我就知道了。真假的？真的。为什么？神会告诉我啊、我就有感应啊，我跟我一个朋友同时都有感应、都是认识他很久的朋友、对、他说他梦到他，我说我也梦到他，但我是最近跟神的关系很好，神有时候给我感动，我会为那个人祷告、所以不单单只是将会了。哪一首歌可以形容自己的感情世界？那也叫你管，那也叫你管。我现在一个人很冷啊，现在要好好的等那个夏娃出现。我没有刻意啦，但是我觉得神，假如真的要我再有一个伴的话，他会帮我安排吧。我等候。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跟神的关系很好的话，就会比较正常。你有一段时间就是神是进不来的，对，他要帮助你也进不来。下一段感情就会很珍惜，不会再出状况。不状况。你要的是什么样子的感觉？不知道哎。神自有安排。对啊，神安排的一定是肯定好，但是自己就要选好，不要阿爸阿妈都要选。啊，没有，我没有在影射什么。